联络。免費訓練課程，目標令到全球7億學童能夠接
如果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視能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無？
時工變化結束，就到正方嘅。
處變化而慢發現，今日雙有方就嘗試同個角度出發啦。但係因為我到球員有方就嘗試話，今日而家退休化越嚟越嚴重，所以咧啲球員就越係因為越大越嚟越大壓力。但有方根本只不過係要守住權威，點解退休化越嚟越嚴重，就等同啲抗騙世界盃偉大於你咧？定係按照有方邏輯，運動員唔應該參加任何比賽先可以減少呢啲退休化嘅問題咧？跟住我再睇下今日有方明出嘅資料啦，原來佢就話喺2026年世界盃新分有40多場嘅賽事，覺得抗偏完之後佢嘅出場次數會增加，壓力都會增加。但其實決賽嘅隊伍亦都只不過係比以往嘅賽規裏面打多咗一場，並非有方講得咁嚴重。而且國際足聯甚至已經公布咗將賽期延長，更加確保每一隊喺比賽完之後能夠休息3日。打得翻有方點解休息時間同以前一樣嘅時候壓力？有方都解釋唔到㗎。再者啦，有方今日講到啲周運比賽會對佢哋進行壓力，咁今日有方你想講球員壓力嘅來源究竟係嚟自世界盃，定係嚟自佢哋要進行唔同嘅周運比賽咧？跟住就睇下有方嘅第二個角度，國家嘅足球發展。今日有方就嘗試話，因為有啲國家佢進入一次世界盃之後都未能夠再次進入，就代表佢哋發展未能完善，所以等佢哋符合三大標準之後再次進入。但咁其實今日我十分之直線邏輯啦，根本兩者就冇必然關係。就好似喺2022年嘅世界盃，當時嘅世界排名42嘅香港打贏咗世界排名第1嘅巴西，又好似世界排名係51嘅沙地阿拉伯贏咗排名第3嘅阿根廷咁。翻翻有方，雖然佢哋都係因為得到一個機會入到決賽，咁點解就等同於？咁有方承認佢哋係有自己嘅實力，應該令到佢哋有一個舞台可以得到加許咧？有方一直都未能回應，就算有方一副正面回應啦。其實今日有方嘅兩個論點都十分之不必然，又冇舉出過任何嘅數據甚至乎例子，只係入嚟話佢哋壓力好大，就請有方一副俾出翻啲明確嘅數字同埋論證翻，究竟你所講嘅弊處係咪真係由抗偏至48隊隊伍之後所帶嚟啦？其實早前我嘅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足球賽中，以往因為一線之差止步於外圍賽嘅摩洛哥，成為首次踢入世界盃4強嘅非洲國家。佢喺16強戰勝咗西班牙，18強賽戰勝咗葡萄牙等嘅全款球隊，喺全球戰績下取得季軍。可以見到世界各地一直都缺乏出色且有實力嘅新興亞洲球隊，只係因為決賽周席位有限，一直未能踏上世界盃嘅決賽舞台。而抗偏決賽周球隊後，能夠成功機會於一直未能躋身於決賽嘅球隊，展現自己嘅實力。多謝各位。直接半解
球發展所需要的幾個因素一齊嚟睇下咁全部比賽。首先第一個因素賽事，其實運有可能上次我哋贏咗一個兩難嘅位置，話啦我哋放編完之後，可能就會保障唔到一個精英化嘅存在。跟住方方面環節問到影王學，到底點解放編完之後就等於佢哋放編入去嘅嗰啲球隊唔係一啲高水平球隊嘅時候，有幫同學都回應唔到㗎，甚至都可唔可以一副舉出咗一啲嘅例子嘅時候咧，有幫都從來冇嘗試拆解過，反而只係入你咁樣質疑，到底點解學編完就等於佢哋嘅球隊一樣會保持一個高水準咧？但係見到嘅咪正正就係而家嘅球隊咪正正係越佢哋變得越嚟越強，所以咪正正係需要一個學編去囊括埋一啲高水平嘅球隊咯。而且我自己有個邏輯，你要保持賽事嘅精英化，咁我自己有個邏輯，最好嘅做法，係咪就係保留幾隊我哋一齊打循環賽，就係、是、一個最好保留精英化、保障精英化嘅做法咧？再西蘭方今日其實係比有望比有望就係更加宏觀，我哋見到嘅咪正正係隨住整體世界足球嘅水平提升，就如同過去啦，我哋已經由24隊增加至而家嘅32隊，一個並唔係一個錯嘅做法，反而係因應翻世界各個足球隊嘅水平而去做到嘅。就例如我哋見到原來根據國際足協非洲地區排名第6嘅尼日利亞，佢曾經都三次進入過世界盃嘅決賽圈，而且我哋見到佢喺2013年都曾經三度贏得非洲國家盃嘅冠軍，可見佢嘅實力、佢嘅高水平。但問題正正就係在於，如果我哋維持32隊，按照佢嘅排名，根本就冇辦法進入去決賽周嘅時候，你正正見到當我哋呢一啲球隊嘅水平提升嘅時候，我哋都應該要適當咁去擴充咯。於是跟住落嚟就去到第二個因素，球員。其實今日有個人就嘗試塑造到國際足球一個好涼薄嘅賽會。今日有我哋見到我哋咪正正好似我哋今日嘅辯超聯咁樣，當我哋同我哋嘅考試有一啲撞賽劫嘅情況發生，辯超聯都會因應我哋嘅考試去作出一個調停。今日嘅世界盃其實同樣嘅，今日有個人就嘗試營造到話我哋受傷咗之後咧就需要好多時間去恢復，但咪正正見到原來而家荷蘭、法國、德國都有啲受傷咗嘅球員，所以佢哋咪正正係冇選擇去參加世界盃，而選擇去休息咯。就例如我哋見到荷蘭嘅加布同樣都係如此。然後最後我方代表同埋更加宏觀，見到球員其實自身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世界盃去獲得名氣。前加拿大國家隊嘅教練都指出，而家有一啲嘅足球人物，就例如貝利、迪亞高、馬勒多納，都係利用足球去擺脱佢哋嘅赤貧。而去到最後，我哋見到我方幾隊嘅球隊喺全面體育整體足球嘅發展，擴編足球嘅五質真正能夠令到世界盃獲得到更加多嘅資源去投入去整體嘅足球發展。就例如我方主辯所講，所以今日擴編足球隊去到48隊，理應凌駕於第一個位。雙方有兩個戰場，你分出了勝負。第一，有方認為球員有足夠的時間休息，但我方自從已經解釋了很多次，為了國家出戰的球員是因為提升了實力，所以平時都參加一些頂級的聯賽比賽，就似今屆卡塔爾世界盃而言，最有八強的隊伍球員中有22人來自英超的曼城、法甲的巴黎聖日耳門有8人，德甲拜仁有7個人。呢班球員平時要面對平均3至4日就要踢一場波，休賽時間仲要到國家隊效力，有方係咪要連佢哋最後嘅射門時間都用埋？同時有方話世界盃期間每個國家都多咗時間俾佢哋準備，但呢啲時間並非要佢哋花天酒地去旅遊景點，佢哋一樣要做肌肉訓練同埋去球感訓練等等，所以喺心理上同生理上佢哋都要承受一個巨大嘅壓力。第二個戰場就係有方話可以幫到更多國家發展足球啦。啱啱我訪問友方點樣證明一啲聯賽或者青訓基礎或者無心發展嘅國家有機會之後就等同於發展成功，但原來友方今嘅立場已經好明顯，就係唔知㗎，總之有好過冇。但發展足球其實有好多個方法，點解定到決賽周呢？友方一方面其實高舉咗決賽周嘅價值，覺得係難能可貴；另一方面又認為世界盃係為閱兵點陣，非常矛盾。今日所參加決賽周嘅球隊都係好大嘅獎金，如果你要保持住一個有好好過冇嘅心態先攞到獎金，點解我唔直接將呢筆錢擺喺其他地方發展呢？近年足球希望變得更加公平，所以引入咗門線技術，
象助理裁判等等，亦希望佢將呢筆獎金擺其他培訓、球證同埋場地保養，亦希望可以增加職業運動足球員嘅協會嘅預算，用嚟支援球員嘅手術費用或者受傷退役嘅保障。呢先係足球發展真正嘅需要。我哋有見到其實遊方今日嚟到最大嘅戰場，俾我哋遊方俾我方拆解咗，我哋不如進一步去諗擴編嘅背後係代表啲乜嘢？今日足球嘅擴編唔代表即係世界盃要擴編，洲際賽如果又話要加無啦啦又搞多幾個杯賽，仲有啲賽事暫緩緊未通過，所以今日擴編其實係一種妥協，罔顧咗球員嘅健康，壓榨佢哋嘅價值。不久將來又多一大堆藉口去要求增加比賽，出咗事就賠錢。點解呢種都叫一個健康嘅足球發展呢？有方冇解釋點解即係世界盃可以做到讓呢個球員發光發亮。其實喺洲際賽或者外圍賽中，亦都可以俾嗰啲球員發光發亮。喺唔同大球會都會派啲球探去物色一啲有潛力嘅球員。喺決賽周嘅殿堂級，因為決賽周係一個殿堂級嘅賽事，所以佢同其他賽事嘅定位本身就係唔一樣。多謝各位。多謝你嘅分享。休息啊！就正正已經提前三日休息時間，而且而家世界盃已經。
超能力係由世界觀學邊緣帶嚟㗎？兩者都有。跟住可能你話俾我知啦，大家學生嘅時候點解係會學偏？點解係由學偏緣之後帶嚟弊處？就係因為我方已經講咗好多次，就係因為我方都認為三十二對學偏係一個錯誤選擇。三十二對係三人，四十八對都係三人，所以兩個學偏都係一個錯誤。有乜同我哋今日係打緊啲顯性辯題，我哋係打緊理論辯題啊？有乜同必須要論證點解學偏咗之後呢、這個弊處必然會係四十八對帶嚟？因為今日三十二對就已經係有更多嘅弊處，所以四十八對就有更加多嘅弊處咯。喂，同學，有乜始終咧都答唔到點解啲弊處必然係四十八對帶嚟啦？我都唔同你糾纏呢個辯題。請問有乜同學而家決賽舞台有乜同承認咗？咁係咪需要俾其他球隊更加多嘅展示嘅機會？唔係有乜同學可以俾其他球隊展示，但係呢一種效果係外圍賽可以同樣做到，點解一定要喺決賽周咧？點解外圍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外圍賽有200多隊，佢哋如果要表現嘅，佢哋就應該有外圍賽嘅表現。如果佢哋有實力入到嘅，就係有實力入到。但係如果有方華今日係要用決賽周而去表現呢啲球員出色嘅表現嘅話，就唔應該。咁我好簡單個問題，呢、這個唔睇波人會唔會睇外圍賽啊？咁既然嗰時講唔睇波，咁你係咪一定會睇決賽周？咁咪就係見到而家世界波連我呢個世界波連我呢個唔睇波嘅人都知道啊！世界波我哋啱啱外圍賽同世界波有咩可能比賽？外圍賽有超過200個國家參加，但係世界盃嘅決賽周唔係，因為佢係一個精英化啊嘛，點解同外圍賽係有分別？可能真係有可能嚟佢都真精英化先，或者點解我哋解釋翻清楚？到底點解放編完之後，呢啲球隊就等於唔係擁有高水平嘅球隊？佢如果高水平嘅，佢就應該就入到決賽周。精英化唔係等於機會均等化，如果要均等就直接200就喺世外圍賽200就直接入決賽周去爭唔得？咁可能你解釋翻清楚，到底佢哋有邊啲球員唔係擁有高水平啊？咁我想問啊，上場比賽讓時，你係咪都係認為當係一個休息時間啊？啊，真係上場比賽嘅時候，所以有冇我未講，我今日已經解釋過先，佢係有冇你個論點，有冇你個弊處，到底點解變住咗啊嘛？再者，我哋見到原來而家一啲嘅世界盃，佢哋世界盃踢世界盃嘅球員，佢哋其實佢哋嘅排名。係喺三十月嚟之後，但係都係打敗歐洲球隊喎，所以我解釋咗點解佢哋必然冇一個高水平嘅質素。但有方同學，我唔係話佢好高水平，但係有方同學可以論證佢哋呢啲小國可以贏呢啲強隊嘅時候，係有幾多次咧？咁即係有方同學承認咗有高水平嘅球隊啦。咁既然有高水平嘅球隊，咁點解霍建冇需要承認？正方用盡發言時間。法方上完18秒，就按自由派出辯法。其實咧，今日有方台立場非常簡單嘅，有方台認為32隊、3人、48隊有3人，所以係足夠休息時間。但我想話俾有方台咧，係絕對唔夠㗎，呢3人好可能。
能同你講，打辯論真係好輕鬆，因為淨係四分鐘嘅時間，你係咪會覺得好難聽？因為係揾資料、寫稿、打模擬唱嘅日子，都係一種付出。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世界盃之所以吸引一眾球迷，透過你甚至多家人士嘅注意，除咗係因為佢係一場四年一度嘅重要國際體壇盛事之外，更加係高水平級別嘅賽事。能夠喺盛大嘅舞台見到一場場唔同國家嘅出唔同風格嘅比賽，西班牙嘅地空全球、南韓、日本嘅高空轟炸、巴西嘅心花腳法、美洲小國嘅體能優勢，全部都係球迷之福。理論上精彩嘅球賽仍然多，但近年嚟足壇新加入咗唔少比賽，例如2017年舉辦嘅歐洲國家聯賽，其實就係同原本歐洲國家杯幾乎一模一樣嘅比賽，只係加入咗好似變超聯咁嘅升降制。但呢一種舉動受到極大嘅爭議。波蘭國家隊隊長李雲道夫斯基更直言，成個比賽係多此一舉。歐洲足協更喺疫情期間就提出咗想成立歐洲球會超級聯賽，將歐洲15家球會，如西班牙嘅皇馬、意大利嘅祖雲達斯、英格蘭嘅曼聯等球會放埋一齊，確保有更高水平嘅賽事可以被球迷觀賞。但方案現處於暫緩階段，而球迷正正係最大一批反對者。咁就奇怪啦，多咗強強對抗嘅比賽，理應係球迷之福，點解佢哋仍然會反對呢？就係因為佢哋認為加入賽程，令到球員保持最佳狀態，即使係強隊對強隊，都唔代表場球一定精彩。相反，仲可能會影響埋依家嘅英超西甲聯賽本身嘅觀賞性。呢啲咪叫得不償失咯。我哋可以簡單歸納今日嘅戰場，有方嘅利處根本上係利不成利。今日有關所提出一系列嘅利處，都係建基於該國家嘅足球球隊發展體系嘅持續性、穩定性同埋前瞻性。我方已經舉出咗唔少亞洲同埋非洲嘅例子，質疑佢哋入到決賽周都未能夠有效發展。當然，歐洲嘅名額都有增加，係因為歐洲球隊早喺2018年已經發展足球，佢質素同埋基礎型球隊數量都多，但係其餘洲群嘅水平參差不齊，強差距較大，更值得我哋討論。當然，有方都會質疑佢哋唔係唔發展，而係未發展或者需要時間。咁有方就要解釋一個問題，要俾幾多時間呢？南非喺2010年成為主辦國，過去咗已經有13年，佢哋又有啲咩進步？中國發展咗30年，但係踏入千禧年代後，中國輸俾南韓、日本已經成為常態。近年更加應驗咗2013年中國隊長范志毅嘅預言，輸埋俾泰國同埋越南，連依家內戰中嘅敍利亞都踢唔贏。好啦，不過你仲要啲時間，3年後就係2026年，3年內佢哋又有啲咩轉變呢？非洲足球發展咗50年，近10年急速退步，點解呢3年又會突然反彈？有方通通無論證。雖然世界盃係好多球員國內嘅夢想，有人踢咗20多年都未能夠踏上一次決賽周舞台，成為一生嘅遺憾。但係殘忍啲講，有遺憾又如何呢？呢個係一位運動員，甚至係我哋人生嘅一部分。點解球迷鍾意世界盃？就係因為可以見到勝利者嘅笑容，落敗者嘅不甘。美斯圓夢世界盃，斯洛淚灑球場，呢啲有血有肉嘅故事先係世界盃嘅真實寫照。如果所有事都睇錢，用一堆藉口去放不斷更多嘅球隊入嚟，世界盃嘅價值只會不斷下降，最後反而成為球迷之禍。所以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最後我哋就睇下今日有乜嘢擔心存在。
合嘅位置係邊度嘅時候，點解通常可以講話而家好清楚呢個位置就必然會加劇呢？有個同學咧又好擔心話咧，而家加咗比賽之後咧，就會加密咗球隊之佢哋球隊需要比賽嘅時間。咁個同學就上次同我幫問牛屎聽講話，一個禮拜裏面咧，而家就需要比兩場嘅比賽。但係個同學始終都唔知道嘅係，而家我哋睇翻一個真實嘅情況，喺球隊需要比賽嘅喺小組賽裏面最多亦都只係三場嘅時候，同之前32隊嘅時候係冇分別嘅喎。咁到底佢哋休息時間又少咗喺邊度咧？而到第二個擔憂咧，就係質素嘅下降啦。即係有班同學咧住邊嘅時候就同我哋俾咗呢啲例子，話南非，跟住喺後場嘅時候亦都俾咗其他例子，例如話中國，但係嚟去去咧都淨係得呢一個兩呢兩個嘅例子，而去到極境嘅時候咧都淨係重複緊呢兩個例子嘅啫。我哋就嚟睇翻呢兩個例子到底有啲乜嘢嘅咁特別之處啦。我哋睇翻南非，有班同學話佢哋呢個國家冇俾啲培訓佢哋，咁所以而家佢哋喺世界喺呢個國際足協裏邊嘅排名咧，係連嗰個州份嘅前十名都入唔到。我哋睇翻中國，佢喺呢個州份裏邊咧，佢係好難先入到決賽。有班同學所講嘅有一次可以入到決賽嘅機會咧，咁只不過係嗰一次，係因為中國真係有能力可以入到決賽。但係睇翻而家，有班同學覺得好啱㗎，就係、是、因為有中國冇能力，所以佢咪入唔到決賽咯。咁咁簡單講心之下，點解有班同學可以話今日嘅質素就必然下降咗咧？就睇翻中國，其實而家佢位於一個國際足協嘅排名都係非常之後嘅時候，其實質素咧，佢入唔到決賽嘅話，質素都唔會下降㗎。有班同學哋講話咧，而家都有其他試試嘅機會，就例如話係外圍賽呢啲咁樣嘅地方咯。但當我方問咗好耐，點解外圍賽係可以同呢啲嘅世界盃嘅決賽可以去匹敵到，可以去比較到嘅時候，有班同學都冇講過㗎。而去最後我哋剩低嘅就係在於今日到底要8隊定係要48隊更加好。認為我哋32個都唔好要啦，我哋保留翻8隊就係最好。但係或者有班同學，你要保留翻最高嘅質素嘅話，我哋今日唔係要8隊喎，我哋可能淨係要4隊，淨係要2隊嘅時候，咁即係有班同學，你個位置又點樣去邊緣成下咧？多謝各位。
想講下雙方嗰啲轉變。我覺得今日雙方轉變都有一啲幾重要嘅位，我覺得係唔同或者係錯嘅。首先講正方先，由標準開始我哋已經有問題，就係、是、你哋個標準咧就係話學呢個 expansion 能否帶嚟正面影響。我心諗有咩唔係咁嘅標準？因為條條片題都係有標準㗎。我總之係講佢對邊個帶嚟正面嘅前提。咁變咗就係反方式，佢都冇執過呢一個十分之理所當然嘅一個標準，所以我覺得係比較可惜嘅。咁標準之後啦，咁之後我覺得區分主要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區分有個位係講話唔同區嘅名額會多咗，咁嗰個位咧，我覺得反方位可以執嘅，或者係咁之後，我覺得重點係開庫。開庫咧就係你嗰邊話會即係邊個會賺多錢啦，跟住之後會每一屆都會俾咗一扎嘅錢俾翻個主辦國咧，去發展當地嘅足球市場。但問題係咧，你就喺個規嘅推論咧，係推論落去能夠幫助全球嘅足球發展。咁我就會諗啦，點解我俾咗個嗰個國家錢，但係對於其他國家足球發展有冇影響咧？我唔係話呢樣嘢唔能夠講，但係要多啲嘅推論去論證。仲有一個位就係咧，你哋基本上嘅球場咧，成個品牌即係唔好聽，即係你哋一路咧又一即係轉變完咗之後咧，就淨係講話。能夠 represent 到多啲都應該能夠入到決賽周嘅隊伍，但係完全冇講到前面派，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咁講完正主，講反主，反主咧標準就係講話球隊啦，咁我呢個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問題，我覺得就喺你哋嘅方嘅規劃上面有少少太貪心。咁咧第一個講開翻個賽程啦，同受傷嗰位。咁首先我覺得咧，你個推論好簡單嘅咧，就係話你原本其實改正之前咧，可能一至兩個禮拜去投即係。世界盃之前，咁而家咧就再延長咗9日添，跟住就再趕咗上好多嘅賽程。咁但係亦都係有少少直接落失嘅。咁究竟係咪當中我少咗幾多時間，或者本身我嘅國際賽因住佢係連住個球季完之後，本身佢個熟悉嗰啲都會多咗咧？咁有冇啲少少數字可以講到俾我聽咧？即係就多咗有幾多啲會受傷咧？咁即係我都有 plan 啲場景，所以我覺得依家係揾到嘅人樣咯。咁但係喺呢個之後咧，我就覺得係就係貪心嗰個位啦，就係、是、其實你哋大可以個結論只係講話，除咗可能係你世界盃本身會開咗機會受傷，佢之後下一個球嗰啲球花費球會都大機會受傷。但你哋直接到拉到佢話，因為而家啲退役越嚟越後生，跟住就話過咗膝頭問題啊，啲咩成咧，咁就俾對面一火話全場捉話你當中有咩關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都可以唔需要 extend 到呢個位都能講到嘅。咁就開翻。咁 point two 咧，我覺得實在有一個位置就係南非嗰個例子，對面協議又嘗試出嚟拆過，你哋就話因為如果俾多咗球隊去參加嘅話咧，咁就會變咗啲冇心發展足球嘅國家都可以入到去。但問題是南非2021年入到去咧，係因為佢主辦國，唔係因為佢係打得贏咁啱符合入到去，係因為主辦國，即係正如今年卡塔爾，佢入到去係俾人即係壓住嚟打喎。咁但係你都唔話佢因為實力或者因為符合入到去，係因為佢主辦國所以。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例子嘅用法要小心啲。咁我見到對面協辯有嘗試拆過嘅，但係拆得唔好中，但係都欣賞呢個阿 Chan 去思考究竟對面嘅嘢明唔成熟。咁之後講盤文，咁盤文咧，我覺得係 in general 係雙方嘅評語嘅，就係、是首先啦冇咁多反問啦，兩邊都出現咗好多反問嘅狀況啦。咁仲有我覺得另外一個位置就係咧，當就即要反問嘅時候咧，其實可以用啲好多唔同嘅辦法去。講你想反論嗰樣嘢嘅，例如話，如果你冇相關呢方面嘅資料，你就唔能夠講啲乜乜乜。咁其實都係套緊對面去同你解，要同你嘥時間。咁但係咧，連住壓制下個，當人哋喺度問你嘅時候，你都冇咁乖乖地企喺度同人解廿秒，因為反方盤人嗰陣咧係第一個問完，跟住佢反論咗啦，咁你捉咗佢啦。但係你捉完佢反論之後，你就繼續好乖咁喺度 pre 問，要 pre 咗廿秒。咁你本身得廿分鐘好寶貴嘅時間，就冇嘥呢啲時間。或者盤問，如果你本身係做呢條問題，能夠預先去諗你點樣將一啲可能你本身要好長嘅嘢去 extract 啲實，可能幾秒之內要講曬，我就可以花多少啲方面心思啦。咁我覺得咧，盤問最可惜嗰位咧，就係、是、咧，其實反方咧有講話，哦咁如果我搶咗仲多高級牌，如果係咁想幫我補及嘅話，點解唔俾收我入決賽？其實呢個問題係好嘅，但問題係你哋之後冇望到呢個問題應該落嘅結論。就係、是、你最尾講嘅就係、是、我、哦，所以我考慮嘅 extent 咧，唔係只係睇保唔保嘅，仲要睇其他原因。咁其他原因就係、是、例如你嘅嗰啲球員受傷啊，或者咩情況，所以我覺得係爭咗少一步。咁然後正一
正一就有即係捉到佢話我好想嘅關係啊，跟住踢嗰場啫，嗰個差佬啫，我覺得呢啲都捉得好嘅。之後就有講話哦，其實啲國家都會爆冷啊，即係都會有機會入到去決賽或者都會有競爭力嘅，例如沙利亞納打嘅馬路應該係唔錯嘅。咁然後反一，我覺得咧我覺得又係反一同埋 in general 正方反方都有少少問題嘅，就係當對面係咁同你講話係三日，即係比賽之間咧，沙爾強之後隊咧都係三日嘅時候咧，所以個可以嘅休息冇變過。但喺你哋論述咧，係應該你哋執中嗰位唔係比賽之間啊，係成個比賽同埋前面個球位同埋後面嗰個球位嗰個時間食斷咗啊。但係變咗你哋好多時出嚟講都係好似 high 到少少，係又唔係好同我講，即係講得清楚話對面講嗰個休息其實唔係我哋講出嚟嘅休息。我覺得呢個位就可惜少少。咁然後你哋終於有講少少嗰個球員，其實踢多咗場都唔係，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好少嘅個數字，因為佢除咗踢嗰90分鐘之外，仲有其他練習啊咩成。我覺得應該要早啲出，同埋可以具體講多少少，例如佢可能要做啲即係可能要浸嗰啲 ice bath 啊，跟住之後仲要去傾戰術啊，咁你傾戰術傾嘅咩？傾完要練噶嘛。咁練咧，其實即係中間可能隔三日嘅時候，究竟你中間會有幾多少時間身體休息咧？咁我覺得呢個係講多啲，甚至我覺得 in general 想個反方啊嘛，或者可以諗，因為可能你哋即係都知道本身踢多咗場咁多啫。咁但係如果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個一場演繹得好啲嘅咧，我覺得其中一個辦法就係、是、你諗下，如果就算踢到去決賽嗰度，其實佢成個世界盃都係踢緊八場咁多。個一場如果你講緊係一個聯賽，一年踢幾廿場，踢多場梗係好少啦。但係如果講緊係可能有32場、16場嗰啲，可能本身只係踢4-5場，佢舊嗰屆同埋新嗰屆，佢要 reach 去嗰個 stage， 佢要嘅 effort 多咗。你哋講嘅負荷大都係呢個。因為正常，即係鬼唔知咩，你踢到越後，你個負荷咁越大，一定係啦，連咩賽制都係啦。咁所以嗰方面唔係應該佢踢到幾多年，係我要踢過去上屆同一個 stage， 我要用多幾多嘅力。咁我覺得呢個話題可以花多少心機去。咁咪佢一戰過嚟之後咧，你就開始反覆落咗一個好勇敢嘅立場，就係每一次抗辯都係錯噶。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欣賞嘅，因為我覺得有即係如果你聽落嚟不斷喺度打落，我咁我今日淨係論證32-48之後，想論證之前咧，那個立場可能會冇。咁但係咧，你都要睇住嘅咧，就係、是、你咁樣咧，係會擺到咗好多嘅練習嘅資料。例如對面見面出嚟有 address 嘅就係、是，咁不如4隊啊，咁不如2隊啊，或者你咁驚球就想不如唔好踢啊，即係其實佢可以講好多呢啲説法。咁變咗你要諗清楚嘅就係當你自己你當 suggest 咗個反方案出嚟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論證反方案嘅責任？咁你就要論證啲諗下呢一方面太。即係點啱嚟講俾你自己，咁正義同埋反義都冇乜太大問題嘅。咁睇先，然後 freedom 主要都係講嗰、那個有講話法啊係反方嘅份料咧，就係講話足球咧係受傷最多，即係最大機會受傷嘅運動。咁跟住，然後咧就好似直接就落咗對於佢哋嘅禍害，或者就直接落話所有唔應該放錯嘛。咁但係我個問題係，咁你個本身講緊係足球最大 risk 佢受傷，同埋我38同埋48，佢32同埋48加咗 risk 係兩回事嚟嘅喎。咁我覺得呢啲資料所帶到俾你個立場嘅用處都可以花多少少心機去諗啲。咁亦都係正方有 mention 過喺度講話哦嗰啲即係如果係週月週，即係週內嘅比賽，究竟點樣去做到切磋啊咩成？咁反方就一路喺我講話，我咁有其他杯賽啊咩成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反方可以勇敢啲，係即係既然你個立場係咁決定，你覺得係要精英化定咩成？你係咪可以直接講話其實本身我世界盃即係出嚟唔俾你切磋嘅咧？你切磋你有其他杯賽可以做，但係世界盃唔係俾你切磋，俾你揾最勁嗰隊出嚟。你切磋你自己約 friend 或者咩成都可以做啦，點解要世界盃全賽周都有問題咧？咁我覺得呢啲立場位都係有多少少。咁然後結面最尾講多少少啦。反其實我講過嗰個利物浦司機講話整多咗嗰個之歐國杯嗰個演變咗做聯賽，講係多次一隊，但係我覺得都係同前面 preview 嗰陣都有同一個問題嘅，就係咁佢點解覺得多次一隊先係佢 preview 嗰個問題？嗰陣時你講話佢多次一隊，多次一隊，其實佢唔想踢啊，定係都會受傷多咗啊？
係覺得佢自己最激，佢球隊有機會輸咯，咁就好多原因嘅嘛。所以我覺得 pre 呢個時候嗰、那個 rational 其實係最重要，呢啲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咁最後講正面有一個 comment 就係咧好彩你今日係正面，因為咧你講咗個位就係話平時啲球員都要練波㗎啦，咁係咪啲球即係明啲球員都要練波？如果你將練波嗰啲都擺埋去唔當係休息緊嘅時候，咁係咪全部球員都冇休息時間？如果對面下一個位出嚟答你係咧，咁你點算？即係我覺得係好彩你練波下一個位出嚟答。如果唔係話其實呢一邊位咧，尤其如果你見到今場對面嘅立場一度火極端、火進取嘅時候咧，問呢啲問題，如果可能早兩個位問咧，對面真係下邊係嘅時候，我會俾翻佢。咁就好彩你係最尾一個位，所以冇出現呢個問題。咁但係係咯，我覺得最尾佢能青殺飛過兩次我係好緊，但係爭少少咁。我覺得認真都辛苦曬啦。可能其對於兩隊即係女仔比較多嘅辯論隊，可能對足球或者平時睇得比較少波，可能對 Fanition 都比較辛苦，但係辛苦曬大家，我覺得都太辛苦。Thank you.
咁首先先多謝誒佢嘅出現啦。咁其實咧，我有個問題想問大家，但係其實你平時有冇睇過？係，我好明白。咁我中學嘅時候有睇過嘅，所以我都明白佢打啲足球比賽嘅時候其實係會好忙嘅。咁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即係以至到可能大家對於比賽上面啲資料嘅運用啦，或者啲嘅判斷係有啲唔太清楚嘅地方。好，咁面而咧，我會覺得頭先佢有講到就係大家今場比賽嘅定位，而家好似唔係，即係兩邊都好似各說各話咁樣，即使有交通，其實都唔會落到一啲好實際嘅討論場。最緊要就係因為我覺得大家咧對於呢邊係好 base 嘅 background 咧係冇進行過討論嘅，例如邊題入邊咧，有兩個我覺得其實係幾決定咗喺乜嘢叫做有利價值嘅利處，或者係有利價值嘅弊處咧，就係你哋其實冇對於 FIFA 即係國際足聯同埋世界盃究竟成佢哋喺成個世界嘅足球入邊嘅地位或者角色係點？即係其實踢世界盃啦，同埋你踢聯賽，又或者你踢洲際嘅國家隊比賽，其實佢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即係以至乎我再細分，就係其實決賽收個意義。我懷著係見佢啲乜嘢，跟住你其實係有探討嘅。咁即係譬如正方嚟講啦，我話我唔知啦，唔知 FIFA 佢哋有啲宗旨定乜嘢啦，即係我求其幻想一啲，即係其實係要促進交流嘅，係要希望更加多嘅國家隊佢哋有多啲嘅機會。我唔知，即係如果你係有即係已知道其實 FIFA 佢哋本身嘅一啲角色定乜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哋個理解嘅比較係會。真係會咩？因為其實如果唔係嘅話，你哋今日只係談到有利場為主，係即係有利品嘅。但係個比較上面就會搞到你哋唔熟悉一啲 background 或者係唔掌握啲嘅時候，就會係其實好學術。即係點解咧？即係譬如我假設原來 FIFA 其中一個宗旨咧，學術真係要保障球員嘅學術發展嘅。咁你哋嗰個為主係出咯。咁我調翻轉問佢哋，如果係講佢哋促進交流，咁佢哋個利處係錯。所以我覺得其實點解好似大家去到後面個反駁係冇咩推進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啲基本功喺背景或者大題嘅鋪墊上面咧就冇一個好細化嘅處理，係啦。乃至於咧，其實你哋有嘗試去做嘅，即係有講到話其實咧世界盃咧佢哋不斷地係有expand 過嗰個嘅賽收嗰個嘅。但係咧有差過就係咁有冇解釋過點解嘅？即係佢一定會有講過個 FIFA， 佢可能就我因為要符合翻我哋呢一個組織佢嘅一啲嘅fan 啲嘅想法。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咁其實對面出咗一個立場就係話，我覺得要少好多，其實你哋可以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喺一啲 background search 嘅時候咧，就應該要做翻仔細少少啦。好，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今日大家嘅資料運用上面咧，其實係有啲。咁我先講一樣嘢啦。今日咧，萬方開出嚟你哋嘅切入點就係球員同埋球隊。咁然之後你就講受傷啦，同埋啲無心發展嘅隊員嘅一個踢嗰條命，咁樣然之後就裁員，其實你俾佢解曬咗，叫佢出嚟搞籌款比賽。咁首先關於受傷啦，其實我諗咧，應該會有好多球員啦，或者係嗰啲聯賽球隊嗰啲領隊咧，就會出嚟講。咁但係我全場咧係一個領隊或者一個球員，佢哋嘅表態都冇聽過咯。我就記得反方就係聽個高豪啦，但係高豪講嘅嘢好似都係唔太關佢對世界盃嘅睇法。不過佢都係佢對英超東季快車嘅睇法就好似記得啦。我記得你聽過高豪講嗰邊。咁其實球員佢哋本身係自己想睇嘅。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你哋都會有啲例子嘅。即係佢咁多次狂飄之後，一定係發生過一啲事情。我唔知啦嚇，即係你應該要 research 下就係其實究竟狂飄咗之後，究竟有幾多個球員佢哋係因此而受傷啊？咁如果係有受傷嗰一定有球員嗰啲人出嚟講埋，咁呢啲嘢要鋪排。即係你請乜嘢同我講下，佢踢多咗，踢得唔多，每日都一場咧，你就多個受傷機會，即係你講到知。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咁正方，乜正方冇將呢個立場好前嘅。但係如果係剩翻放住問我，咁其實係咪不如唔好睇世界盃咯？財都唔睇咯，收埋啲球員喺度企出嚟，係嗰個咪受傷？
透緊係因為呢一個 expansion 而出現嘅弊處，呢個就係正方今日冇得反應嘅。咁其實係咪都係三零㗎啦？三零都係食㗎啦。咁其實個弊處係因為個 expansion 產生嘅話，咁其實係好難將個弊處係扣連喺因為呢個 expansion 帶嚟嘅弊處。咁意思到你當呢一樣嘢你個必然性論證唔到嘅時候，其實你後面講嗰啲咩會提到退役啊？跟住咧，啲球員就會好慘啊！你去到後面，即係你連第一步嗰、那個關鍵成功係兩成嘅時候，你後面所講嘅其實係就喺球員嘅眼中會覺得其實係我會敗嘅，即係第一步嗰個狀態。咁然之後咧，你就嘗試去用就係話解釋下咩咧，同嘢就唔會好似啲球會啦，咁就嘗試論證就係因為其實非法者都知道咧，就搞到啲球員受傷。但其實咧，正方今日冇回應到啦。但真正嘅原因係因為佢哋下季去踢啦，咁而下季通知都係一啲聯賽嘅球會佢哋嘅賽期。咁所以 FIFA 賠好多錢俾啲球會嘅原因係因為你喺啲球會係幫球員係幫球會打工㗎嘛。咁你變相你叫咗啲人去踢世界盃，咪真係用咗我啲員工去踢你個杯賽？咁其實個意思背後個本質唔係因為覺得我會令到啲球員受傷，而係我借咗啲人去踢我個比賽，出翻兩換翻兩啲球會咁樣嘅意思。咁但係今日正方就喺個 background check 入邊有可能連運會嘅資料啦，因為其實我都幾重要呢個資料就係即係我覺得呢場比賽一個比較重要嘅資料來源會係最近嗰次嘅世界盃啦，因為會有一啲比較片面嘅資料，例如頭先你哋想講係話有多咗嘅曝光率，咁你會唔會有啲啲咩？可唔可以預想下，假如今年個世界盃其實已經係變咗48隊嘅時候，咁會有啲咩情況出現咧？即係預嘅 projection， 即係預計你都要去反映出呢個評判，知道其實個藍圖係點樣。即係我覺得大家嘅資料運用上面咧，其實做得唔夠。譬如反同埋正方都有呢個問題，即係譬如你有講話，即係你話亞洲就會多就有8個名額啦，跟住非洲就有9個名額啦。咁其實你可唔可以一路傳俾我聽就係，咁假設其實如果呢件事發生喺2022年嘅時候，咁其實有啲咩隊應該係可以去睇到成個賽周咧？即係去到而家，我就對於其實48隊之後個 picture 係點樣，其實我唔係好掌握，因為大家其實好落地地係去就住你哋要去表會嘅一啲前提，即係去展述出嚟成個表會。咁但至於你哋其實去到最後，你哋嘅推進或者你下個推進就會係咁不如三日同埋3日都係冇分別啫。咁你就會話佢又會受傷啦。咁又係一個冇見過嘅反駁啦。咁跟住又話咁不如唔踢啦，不如就唔踢世界盃啦。咁我就係又覺得佢先講邊個錯。大家喺資料上面嘅分析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個比賽好難睇後場嘅一啲有意義少少嘅推進，就不斷捉翻前場嘅一啲嘢，而你哋又唔知道你點樣去講個推進。咁所以咧就如果面對住一啲可能自己唔係太熟悉嘅人咧，咁其實大家都係要再去做多啲嘅資料嘅搜集，尤其是對於背景嗰啲理解，咁樣可能就會對。今日最佳辯論員是正方辯護王子嘉同學。